12月5日，成毅出席微博世界大会红毯，在现场和礼仪小姐互动，十分有趣。当天，成毅与莲花楼剧组一同亮相。轮到成毅走红毯的时候，前方礼仪小姐干着本职工作，一直在引领嘉宾们到指定的合影地方。结果成毅直接伸手，做出一个和礼仪小姐一样的动作，引导礼仪小姐往前走，直接把礼仪小姐整不会了。镜头里的礼仪小姐露出震惊的眼神，这一幕让礼仪小姐有些措手不及，也让观众们忍俊不禁。采访环节因为自己的话筒没电了，成毅有些不知所措，结果一下子递上来好几个话筒，绝对是团宠的存在，成毅真的笑死我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不要给成毅那么多话筒，他会乱的。果然不愧是电子哈基米。